你这个拉面的话，六块也放牛肉吧？放。师傅，咱最忙的时候一天能卖多少碗？4-5百碗。4-5百碗。4-5百碗累的回家不想动。哎。哎呦。哎，今晚这好看。哎。从你一开始就没拉断过啊？拉断了。哦，前期也拉断过。啊。现在这个面一袋子多少钱了？将近100了。你们用的那个面应该得是高级面吧？高级面对。哦，路边摊的一个拉面师傅。这个面有点发黄哈。用碱。哦，用的碱。脸上硬了，我吃一下。今天呢，大家见识一下路边摊的拉面。哎呀。这个看着就有点累累哈，嗯，力气小的话还干不成这个活来。你做这个拉面做了多长时间了？26年了。26年。咱这个拉面怎么卖的？大碗8块。小碗呢？7块6块。7块6块。这也是个济南的有名的拉面馆。济南特色拉面。哎，有名的拉面了吗？哎，前几天给他做啥？他这个拉面也分细的和粗的，是吧？对对。师傅，你能拉出和头发丝儿一样的？能。哎呦，下锅！你不多少？不够半圈，这半圈不行了。想喝多细的，给你拉多细的哈。啊，对。这喝拉面的都开始排队了哈。这个8块的大概有几两面呀？得6两多。6两多。你的这个拉面手法如行云流水，非常的潇洒。哦，还放的牛肉。牛肉。好像一碗起卖的。5块。刚开始是2块，我现在是多少5块钱。一般喝5块钱的都是老头老太太吧？小孩儿。哦，要小孩儿。哦，牛肉面没有了牛肉就不叫牛肉面了。对，是。人家都说开拉面馆的一整整好一套房子，你买了几套了？一套也买不起。一套也买不起，这说明你卖的便宜啊。师傅，你给我拉上一碗那种细的，能拉成了是吧？好的，现在不进了。行，没事，来一碗细的，炒细的啊。喝拉面还没喝过炒细的呢。哎呀，你这个量大哈。师傅说了，这大碗8块我有可能喝不了，我来个6块的。哎呀，好，这个够细了哈。哇，葱花香菜都放哈。咱这个锅里大约得煮多长时间了？开锅就熟。你的，加点牛肉，上牛肉两个。这是豆沙，两个。好，超细的，好，看一下细不细。哇塞，其实拉的时候感觉不到这么细，它下出来之后真细。哇，特别有食欲哈，真香呀。6块钱一碗的拉面，也给你放牛肉，确实挺好喝的。这个牛肉味是特别浓的，看一下，这一碗下去真是特别的过瘾哈。嗯，这就是他们这边的豆肠，尝一下。嗯，这是我有史以来喝拉面的话喝的最细的一次，口感上，和吃那种粉丝差不多，撒尿牛丸。